梁生啊，是真係好感激你今次可以上嚟啦，我又可以學你好多嘢，向你學習。唔使係嘛。咁我咧就一路都係對你好有興趣啦，了解一下你嘅背景啊，知道咗你點樣入傳媒啦，咁樣做到啊、編輯啊，咁啊你過去學習嘅一啲階段啊，有咩係真正影響到你嘅人生？有冇一段時間你係學習咗？因為我譬如好似有啲朋友咧，佢哋都會喺一啲人入邊，我諗最影響到佢嘅一個就係佢嘅教育，另外一個就係佢嘅宗教。當然家庭都好有影響啦。即係我阿爸阿媽都會同我講啊，你娶個老婆，第一樣嘢你睇睇佢家庭環境先，一唔係咧就睇睇佢受教育係點樣，咁咪又睇睇佢嘅宗教。因為我覺得你呢個人為人師表咧，你真係好多嘢可以令到我哋覺得借鏡嘅。我覺得你一定係受過好高深嘅教育啦，亦都可能俾一啲。會唔會有啲宗教分途過？咁樣講咧，我自己青年時期咧影響我嘅咧，我諗第一就係中國文化啦。我就講過，因為我從細就讀好多嗰個詩書啊，真係嗰個年代係冇人嘅人都覺得我好怪嘅。我唔單止話讀詩詞啊，即係將啲中國嘅古詩啊，一啲比較通行啲增廣賢文啊依啲，我好中意讀嘅。所以細個第一大影響我嘅就係中國文化，亦係古典傳統中國文化啦。第二影響我咧就係教會啦，因為我由中學開始就中一就開始翻教會啦。我嗰陣大概應該都係十幾歲啦，十二三歲啦，咁啊開始跟老師翻教會。因為我哋嘅學校啊即係銘基書院啦，我自己讀啊，咁係中華基督教會嘅，宗教氣氛好好嘅，所以就老師裏邊咧，我諗有八九成啊都係基督徒啊。咁所以好自然就會接觸到嚇，咁亦都嗰陣係好開心嚇，就所以年青時期影響我嘅，我諗係兩樣嘢咯，一個就係傳統中嘅文化，一個就係基督教信仰啦嚇。冇錯，咁喺呢個基督教信仰入邊，你真係接觸咗好深嘅咯，喺入邊可以講話學咗好多。係啊，因為我比較早翻教會，咁又比較活躍嚇，咁所以。是比較年青的時候，就是教會青年團的，即係青年嗰輩咧，學生嗰輩嘅，算得上是當時嘅教會裏邊嘅青年輩的領袖啦。做過團長啊，做過好多夏令營嘅主席啊，咁樣都係即係做我啲嘅工作啦。咁所以係即係教會係我生活嘅好大一部分。當時除咗讀書讀書接觸嘅係。係課程啦，咁加上我自己多讀嘅中國嘅詩詞啊、古文啊嗰啲啦。咁另一方面咧，學校已經係宗教環境個氣氛好濃。我哋喺學校裏邊，逢禮拜五都係參加學校嘅團契啊咁樣樣。所以嗰個宗教就係我其餘嘅生活可以咁講。學校，然後跟住就係教會，學校教會學校教會，即係我整個青少年時期都係喺咁嘅環境裏邊長大啦。現在你對社會咁多評論，咁多即係你個人嘅見解啦。咁宗教亦都係當然對呢個我哋而家人嘅生活咧都有好大嘅影響。你點樣睇咧？宗教同埋人嘅生活點樣可以將佢聯繫埋一齊？對人有咩幫助？甚至會唔會你有咩唔同嘅見解咧？宗教最大嘅就係要解答人嘅來源啦，同埋人嘅去向啦，即係究竟我哋人係點樣嚟嘅？咁我哋喺呢個肉身嘅生命結束之後，我又往哪裡去？咁宗教都係唔同嘅宗教都係嘗試去解説嚇呢一樣嘅嘢，都係我諗係人即係只有人類嚇，即係唔知幾多千萬年以來我哋都想尋求嘅答案。咁你唔同嘅宗教，你有唔同嘅答案，你有唔同嘅心靈嘅歸宿喺嗰度啦，咁樣。咁我自己青年時期嘅信仰，咁啊俾咗我成長一個好大嘅幫助，可以咁講。因為喺教會裏邊做一啲係領導嘅工作啦，當然係中層啦，唔係上，但係都係培養咗自己一啲嘅工作能力啦，咁亦都培養自己去接觸唔同嘅人嘅膽量啊，或者去。點樣去？你知道我哋好中意傳福音啊！當時要帶同學翻教會，我哋一班42，有時43個同學，
幾乎啫，我講嚇三十幾個都俾我帶曬翻去同一間教會，所以我哋喺週末團契就好似我哋同學會一樣，咁啊全部都俾我帶翻，所以嗰時候係好積極嘅去遊說人哋翻教會，所以呢個亦都係對我日後咁今日咁，有啲人會覺得我啊，你講嘢點解講得咁順啊？或者你有時喺做節目嘅時候同人辯論嘅時候啊，點解你反應咁快啊？諗翻轉頭。我喺中學就係咁噶咯喎，因為我同人辯論，你應唔應該信耶穌啊？呢個嚇宇宙有冇神啊？咁樣嗰陣就係咁辯論翻嚟噶啦。咁所以呢個對我第日而家估唔到嚇，即係我嘅工作都係一個好大嘅幫助咯，或者培養咗自己一啲能力嘅特質。當時係預計唔到，但係而家睇翻轉頭就覺得係。咁另一樣就係自己嘅對中國文化嘅愛好同埋嗰種嘅認同。很多人今天會看我的政治觀點，認為我啊，你支持某個黨某個咩？其實不是黨，即係我愛嘅係自己的文化。作為一個中國人，又是曾經生活在殖民地土地上邊嘅一個中國人，係冇自己國家的中國人，對自己文化嗰種嘅追求，我嘅心，即係呢兩樣嘢都是支撐到我今日。如果在一個即係學習的階段嚟講，我當然我都經歷過啦，接觸過很多的教宗教不同的宗教，我的節目其實最主要的提倡的都是找一個人生入面真正的答案，尋求一些人生的道理啊、真理啊咁樣。我在你身上面，當然在生活上面我可以學到很多嘢，但是在宗教無論是或者自己信仰上面，始終都係仲係好多迷思，自己都仲係未係可以揾到好多方向。你點樣去睇一個宗教？你自己切身經歷過嘅呢一啲宗教咧，對你嚟講，俾到啲咩啟示、咩啟發俾你？都過咗幾十年啦，自己都活咗幾十歲啦，而家咁會咁睇咧，即係宗教係要本來就要解決人生。一啲即係就係講嘅嚇思考嘅一啲問題，但係宗教亦都唔好陷入脱離咗生活，宗教一定要同生活相關。即係我自己覺得嘅，如果你嘅信仰同你嘅生活係脱節嘅話咧，咁就一個好大嘅危機。我意思就係話，如果你喺教會裏邊係一套嘅語言、一套嘅生活模式嚇，同人相處嘅時候喺教會係一套嘅模式，但係離開教會。自己現實生活裏邊又換翻另一種嘅模式，甚至係另一種嘅心態、另一種嘅價值觀咧，我就覺得係幾危險，甚至係幾恐怖嘅。轉頭翻嚟，我再同你傾，社長。好，多謝你。